坐在马路对面的咖啡店，那台阶还有那橱窗里静静的视线，匆匆过往的车轮，层层推落的灵魂，熙熙攘攘的穿越这城市边缘，一支烟消失在三心二意的手指间，不了解彩色的广告牌下面的谎言，电影院正上映着与我无关的情节，什么让我在改变，什么又让我怀念，距离不近也不远，模糊了空间，这种感觉停留在无法言语的一瞬间，
噔噔Thank you.